痛的。好，你先不要破坏嘛哈，我跟你破坏，喺你的锅，你无看我煮水已经在错，你在错，你搁在讲话。你若无安尼死，免来加字出来杀我。好，我真正只知你袂调嘞，这调就歹趁嘞呢。点头啊，迄你讲做啥物人啊？在地好野人嘞，啥物人我嘛知影，伊的钱不良之财，伊的人不良之人，专门生长查某，看这招就恶一条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我后了先，我话，我你是我该烫晒，无搞烫晒。好辛苦啊！你无了解，伊看到你的时阵，感觉你生做水啊！你着要甲疼来，都嘛该疼啊，疼多少啊？阿叔，我要嘛叫伊呢？不用心啦，伊吹到无个正那去了。哎，你意思是今吹到最后诶？不，我意思讲，哎呀，嘛歹看，傻瓜！我今日看到你的表现了，我才知影。知影啥？傻瓜，你特别无感觉。啊，那无感。尤其你徛在你文部观察我很多时阵。后边风安尼微微啊吹，微微啊吹，我看到你身体，敢若袂是看到千里幽魂啊！嘿啊，就高手，我清清菜菜，嘛足行哦。行啊，我已经决定啊。你看到对照？自从咱两个开下这间三锅蛋，平常时啊，客人治病解瘟受惊做水，但是拢无人了解，其实咱两个。含真真正正白条拢总无啊！讲到底啦，上届含白的啦哈，人一个讲神棍就是你执行的啦。你若讲你去拜师学艺，你啥？你师像啊？单剑哥？阮师做单剑哥做师爷。妈拜托的哈，你学到半步啊，你根本就是咧变神啊啦！无啦，人我真正竟知我打得腿的。竟知打得腿？对啊。啊，你的得腿是怎怎？我打三十六算便宜健康。你做我唔办的，迄大叔要加七十二个咧。你太错个啦，阮叔兄才有我多啦。你叔兄，你叔兄是啥？你无了解，阮叔兄打七十二三，安尼打去你。嘿对，阿廖嘞，就一个 app， 我操！然后阮叔兄从今以后连开单都无，直接要做禅宗人士。搞笑。哦，我知影，你就是看到伊安尼，所以打沙阵都刷。当然啦，打些艺术，这拢是重点。重点是啥？重点是傻瓜。你看，其实我的心肝内，老早就对你种无同款的感觉。你即马老早，还是以前，甲即马？从来都拢总有。从来。尤其今仔看到你世间安尼时，我才知影，你有你的美丽，灯火飘逸，傻瓜。今天你第一天，我绝对让你了解什么叫做炸波浪，炸波浪。阿姐，阿姐，你干嘛？
囡仔是知影伊啦，伊倒虽然好个啊，啊，不过因爸够趁钱啊，伊拢人遐娶大呀。哎，遐民这边。嘿啊，啊无人顾伊，哎，拢来遮讲，听你提上讲故事无？即摆来啊，哦，伊还佫提，伊还佫提啊，就是来遮听啊啦。拜托，这几点？伊若讲下晡来，咱还要出发去，讲都无要紧，即摆几点啊？嘿啊，哦，你莫糟蹋死人，你就要听伊啦。叔哥，啊，三姑，我甲你讲。哦啊！我头拄才甲三哥啊，迄是咧练跳舞，吼、嗯，你嘛有白想啊？三哥啊，即个建议。即摆爱教呢，即摆人有咧搞图，就是爱教呢。哎，囡仔囝，你咪咧讲啊？三哥真正甲你讲，你安尼真正足歹，知无？啊，拜吼，我阁无即个种哦。啊，你要听故事嘛吼？啊无。你讲无啦吼？对，去当年啊，同我讲嘛，啊，唔免讲啊。你讲贵到生生生个公公。贵要笑起来啊！你讲。来，你拜托啦。我有太准了，太乱了，太准。先讲一个故事，甲骗骗我。我讲故事啊，我不要讲啊。啊，不，我讲啊。你讲。我讲。啊，伊咧。伊无我讲啊，无我讲，我第一遍听你讲好啊。啊，不，我讲，爱表演。啊，你这。叫你。哎，你喘嘞。不要紧啊，为着囡仔的事，你都爱心的好无？我都叫做爱心的啊。我哪有爱心？我怎么哪有跟你无生？你听我讲啊，加加减减做一点好事嘛，对不对？这个囡仔。普通时也唔介乖啊！啊！啊！你讲啥？啊！我讲啥？你做啥就好啊！你好，我先来准备啊！好来，你去，你去。好，我来去。啊！做专业一点，对不对？我才无钱啊！讲这种啊，无钱啊，搁还咧讲加钱啊！无紧啊！啊！小哥！啊！讲甜丁，水甜丁，甜丁水不精，甜丁乃水精。五六天都无头路啊！但是虽然即摆五六天无法度讲啊吼，啊由我小六天啊为你讲故事。今日要讲的故事是啥物呢？啊，有了！特别为你讲的是《三国演义》啊！这《三国演义》讲的是要对一段咯。加《三国演义》有分三重要人物：刘备、关公、伊人、刘飞。上界代表性的就是关云长。关云长一生正道无数，一生失灵，伊来杀人乃是为着保护疆土。此时关云长下手提关刀，下手提不切，冲出来了。好啊！这段为你过的，别表演是关公跨水枪，关公。跨水桥，跨水桥。关公就是来跨水桥啦，来干嘛啦？听好，关公跨水桥。关水桥甲跨水桥差足多。你莫讲话讲啊妙，我是讲奇怪，关公要跨水桥，水桥要你等，要跨到美女。关公跨水桥。给你关公抓进去了。关公抓进去，关公跳站起来，跨一个出手，中道个跨一个出手，暗时个跨一个出手，那是因为关公给你跨三个出手，最后关公把酒提来去变秘密人了。呀，那关公一直跨出手，跨出来秘密人。看春秋，看春秋，你即马看少年啊，大家看春秋，看到尾啊，眼尾拢迷迷眼看。哎呦，看关公了！关公，关公，即个客气吼，我推的。哎，你这……啊，我知影，伊白来讲啊。来啦，咱就白来讲啊，莫白讲啊咯，莫有白啦。哎，好看无？啊，你这个有好无？讲讲讲慢，讲慢，快紧嘞！讲咩话？紧嘞，紧嘞！你该准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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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该准备啊！我甲你讲一个故事吼。哎，这第二个故事，讲囡仔较听话。啊有咯，若要讲个时阵，来讲着三只小猪，叫做三只小猪，大汉了叫做大猪，第二叫做二猪，第三叫做小猪。因这三兄弟呢，走去外口去找着做另外朋友，啊，做另外朋友，另外朋友呢有分七只，大只叫杨大郎。
第一个叫做杨二郎，第七只叫做杨七郎。因爸爸看到羊啊伤过多，所以因爸爸有一天叫只羊啊全部拢倒来厝食饭，围一个炉，所以叫做羊肉炉。喂，三只小猪就是甲七只小羊斗阵，你无睇下死嘛？甲你讲，七只小羊弄。啊，我咧认为斗阵叫做羊肉炉。杨家将咩？因兜有罐头。那是沙茶酱，因为杨家将。不要罐头人做伙，因杨家将叫做杨家将，啊，杨家一起围炉叫做羊肉炉。唔对唔对，你讲是拢乌白道。迄人杨家将是迄啥物西施金沙滩的，啊，你安尼斗斗斗阵，你是咧坏蛋。我咧，我一个人啊，做啊，要做杨家将，啊，要做七只小猪啵，七只小羊，啊，要做三只小猪，要做了。迄都唔是安尼先讲啊，对不对？我若要讲这囡仔，你也听有啦。我知我有道理，我做串的呢。你讲，哦，不对呀，再去啊。我搁讲一个，迄个你，别搁讲了，我已经做到一跳的啊，我已经放声。Sorry。好不？我嘛咧坏蛋，啊，有糟蹋无啦，哈。你说的是谁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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